哇，得時間。嗯，怎么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 Day 度怡宝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去那个 Greg 那边的 Castella 啊、咖啡啊，吃那些马来餐在水里面的，怎样呢？来看看。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吃喽。要来之前呢，记得要先 booking 哦。联络方式和地点我会写在 description 那边。OK， 到了。Greek 的 Castella 咖啡，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哦，腰都酸了。来看看它是怎样去的。Okay, 我们 reserve 的桌子是这一张，这一张我们做 reserve 的。还好我穿短裤来。Okay, 哇，因为刚刚下完雨，所以说很多水，水蛮沥一下。OK， 我来示范。OK， 试试看啊，下去。哎，还好没有穿裙。哇哇！哇，这时间。不错啊，这边的风景。哦，很冷很冷，水不高到膝盖吧？有时也是碰到那个什么啊裤子。来，停到单脚。来，老李，你快点。要打野，要捅野，捅野。哎，还要冰点。嗯，差不多到五十。这个应该是三八嘞。嗯，三八。竹筐竹筐鱼啊。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咖喱啊。你打油的呀？
带酸的叶子啊，那个叶子带酸了，哇哦，这个叶子带酸了，很特别哦。这个叶龙特别细，你就捞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嗯，我们捞一下鱼。嗯，拿起来。哎哎，拿起来。啊。咸鱼来了，哎。这边海鱼。好像咸鱼还咸鱼。什么？嗯，好，你一会儿，哎 ，OK， 吃完了。大致上这边的马来同胞很多一下，啊，所以喜欢游山玩水啊，又可以一面吃东西啊，所以就是来这一边，不妨说这边的风景也是不错一下，选好了不要选雨天，因为水上刚刚好到膝盖那边 ，OK。就是到这边了，拍给你们看。Okay, 现在我们又来了一个地方，叫做瓜拉冈沙的那个 Victoria Bridge， 来看看 Victoria Bridge 有什么。要这里咯，就是拍那个火车的地方。给来买卖咯。来到这边都要喝麦露 ，OK， 在这边可以看到湖，很美很美的湖。轿车也是可以租来骑的。